港台演艺圈是盛产美女的时代，诸多女神级的人物让人过目难忘，她们的颜值巅峰令数人叹为观止。林青霞19岁出道，现年63岁，高贵中带着英气，年轻时与秦汉有段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后与富商邢丽媛结婚，嫁入豪门。王祖贤17岁出道，现年50岁，美得大气，不经雕饰而浑然天成，在《倩女幽魂》中饰演小倩，成为一代人心中永远的怀念。先后与尔冬升、梁朝伟、刘德华、齐秦等数十位男性传过情史，至今单身。张曼玉19岁出道，现年53岁，能在各种风格迥异的角色中自由切换，塑造多个角色堪称经典。先后与尔冬升、梁朝伟等8位男性传过绯闻，离异单身。邱淑贞22岁出道，现年49岁，可御姐可萝莉，曾与王晶有过一段情史，后与 IT 时装集团主席沈嘉伟结婚，嫁入豪门。钟楚红20岁出道，现年57岁，一头卷曲的头发，充满风情的妩媚，华人世界公认的性感女生，和周润发合作的《纵横四海》等影片深入人心，曾与成龙传过绯闻，贵为富商朱家鼎的遗孀。关之琳19岁出道，现年55岁，典雅漂亮，满汉混血，出演电影《黄飞鸿》中13姨一角，令她迅速走红，曾与成龙、刘德华以及刘銮雄等多名富商传过绯闻，离异单身。刘嘉玲19岁出道，现年52岁，活得精彩，艳而不俗，略显泼辣，高情商女王，与许晋亨、郭台铭、胡军、中田英寿等数十名男性传过情史，现任梁朝伟。做女人很简单，只要男人好，我做什么都行。张敏19岁出道，现年49岁，90年代演戏最多的女星，回眸令无数人难忘，曾与向华胜、周星驰等男性传过绯闻，后与著名制片人刘永辉结婚。能撑起那个年代港台影视半边天的，除了主打玉女形象的女神们，同样少不了性感玉女派。请男一们注意好队形。叶玉卿18岁出道，现年50岁，身高165，上围35F， 91年就拍过露点封面照，人气超过苍老师。96年嫁商人胡兆明，定居美国，成为阔太。励志25岁出道，现年56岁，天使容颜，上围36F， 曾传被何鸿燊包养过，99年嫁光复皇帝李连杰，多年来李连杰赚到的每一分钱都交给财政大臣励志。李丽珍17岁出道，现年51岁，身材火爆，外貌清纯，三级片成名，到正经片摘得金马影后桂冠，二婚嫁给香港填词人潘元良，是最早成功把脱掉的一件一件衣服穿回去的舒淇的前辈。叶子梅19岁出道，现年51岁，知名艳星，以36F 成为红极一时的香港波霸，代表作有《玉蒲团之偷情宝剑》等，后嫁医生淡出娱乐圈。36ABCDEF， 我想静静曾围绕在他们身前左右的成龙、周润发、梁朝伟、周星驰、刘德华、王晶、尔冬升等男票们，至今牢牢捍卫影视江湖的地位。当初陪伴他们走过黄金岁月的女星大多已淡出娱乐圈，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，一刀一刀又一刀，尽管他们容颜已老，但所幸有当年女神们留下的经典影像